天因为我们谈的是社会创新的高峰会，那所有的主题大概是以永续环境的发展为主题。那对一个城市来讲，我们很早就已经在推动 SDGs， 让一个永续发展不断的往前走。那陈部长大概说的是环艺，所以两个目标方向虽然不太一样，但是都是希望社会能够创新。那因为刚好在谈的过程当中有先后顺序，照相也得了个位置，所以我彼此之间很难有在一起能够有互动的机会。不过任何场所碰到任何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，我们都一切随缘，能够聊两句就聊两句，不能聊两句一切随缘。一切最重要的是把当天的工作把它做好，所以随缘是最重要，而且自在最重要。随缘自在才是一切大家面对事情，只要目标正确，把事情做好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。